这是一张蓝色的卡片，只要我轻轻用手摩擦一下，摩擦一下，它就会从蓝色慢慢的变成红色。但更神奇的是，只要轻轻打个响指，红色的卡片就会瞬间变回蓝色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其实它是一张 3D 立体画，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颜色。更加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一个透明的卡片夹子，只要我把这张卡片放进去，从它背后放进去，仔细看，再看一下正面，红桃六，在你的眼皮底下轻轻的摇晃一下，慢慢的摇晃一下，它就会变成，变成透明的，不对，应该是白色的卡片。那么这个魔术是怎么做到的？它跟这个 3D 立体卡片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其实它的秘密在于这个夹子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夹子轻轻摇晃一下，它就会变出一个红桃六。其实这也是一个利用空间错位的魔术道具。这个卡片中间还有个小夹层，夹层中间有很多镂空的小洞洞，当夹层的小洞洞跟外壳的洞洞重合，卡片上面的画面就会瞬间消失。你看明白了吗？